大家好，我是吴志宁。Hello， 我们谢谢舞蹈生态系福福跟怡静。谢谢大家来到黑泥祭 K 九啊，俊寮村。我过来要唱的第一首歌，这首歌是阮爸爸写的诗，嘛是咧写阮阿妈。阮阿妈就是边仔这个扛棒，这个农妇，伊一世人伫遮种作，啊，种作了忝的时阵呢，伊就伫遮坐落来，食伊家己煮的咸糜，啊，佮配伊家己生的菜脯。这就是伊的野餐。一碗一碗的白开水，一滴一滴咸咸的汗水，滴在母亲一样捕捉的泥土上。吃果汁，可乐西达，不是面包，我是夹心三明治，不是咸酸的焦油，或是豪华的盛宴，一小锅稀饭，几样腌菜。烈日下，寒风中，坐在田埂上，母亲啊，那便是你每日的野餐。伴着汗水的稀饭特别香，是不是混着泥沙的腌菜特别可口？母亲啊，为什么你可以吃得这么坦然？谢谢大家，感谢。